像啊，如果跟人家讨论事情啊，讨论到某个程度了，突然怎么样，对方口出恶言了，说脏话什么的，那就没什么好讲的，表示什么人家理亏，他讲不出话，开始这说一些不理智的话，对不对？口出恶言了，那就没什么好讲了嘛。还有那个什么新闻，什么喷射机啊，龙卷风，什么戴立刚那个节目啊，如果你透露出那种跟我对立的讯息啊，那就是什么？你是龙山寺的人吗？你是严清标的人吗？你是站在妈祖那一面的吗？对不对？你不适合了啦，你们这个节目已经不适合在电视上讲话，你讲话已经没有立场了，是吧？你透露出那种，哎，怎么不是跟我站在同一阵线的那样子的感觉的时候啊，你也不适任了，你们这也不适任了，对不对？你要跟我站在同一阵线啊，我们要打迷信啊，你怎么可以站在严清标的立场呢？你怎么可以站在龙山寺的立场呢？你今天理亏，今天如果说他们觉得有点理亏哈。明天还会更理亏，后面就没了，到后面就没了，这些人就没了。我跟你讲，那个什么戴立刚你们的节目，你不要再透露出那种好像要跟我作对的。一开始我可能会跟你玩一下，会不对啊？你为什么会跟我作对啊？怎么样？自己个你自己能力不够，对不对？他也不太敢去对抗那些东西。对不对？他今天理亏，他明天会更理亏嘛？